你不知道也可以啊，就是拿一板子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all in 咯。今仔日要搬戏，要搬档案电视台的戏啊，要讲台语足痛苦的。所以有没有看到，现在剧本很少这么认真，是不是？还要加一些除了这些。OS 以外啊，本来就是角色的设定以外啊，现在还加很多，就是光是讲话就要加很多字在上面。阿布、阿辉，而且很久没有在录影现场，还要边听录音。结果小弟我来，说了这个更加好笑的，可是咧讲出一并猪啊。就是台语老师特别帮我，就是背的那个。我要背台语，因为我不会念，所以老师特别先帮我收音收好，以后我就听着老师讲，然后再照着老师念。一点也有恐怖做实力，别出来偷聊，可以发现几个人。所以最近在拍大一电视台的戏，大家帮我加加油吧，我都要求加倍。